主料，熟羊排300克，白萝卜一个，辅料，盐3克，酱油5克，姜片3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白萝卜去皮切丝，羊排煮好，热锅热油爆香姜片，放入萝卜丝翻炒，上面放入羊排盖盖焖煮10分钟，加入盐酱油翻炒后加入适量水，继续焖20分钟。成品烹饪技巧，加入姜片可以解羊膻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